派跟 GFI 的车队贴在一起了。哎，这边撞脸上了。是的，我觉得素九应该是没想到木子里在这个位置。这他本来是整，本来是谁？大难不死还抢到一头，打一个 summer， 还一个路过的车，但是还还不了手。嗯，兰博，哎呀，这没办法，龙之旋侧翼放到了瓦头木。哇、哦，这两枪是南哥，这是南哥，是南哥，那没事，视角不对，视角不对，南哥还是准呐、啊。是南哥今天手感也太好了，是的，压力是给到他了。你看南哥，又打一个，稳稳的，稳稳当当的。这个均分高还是那就米拉玛这块均分高还是有一点道理啊，西部圈是吧？没错。啊，这也是我跟你说，这也是后面那几个队伍，这个战场其实后面选择员回撤了，他要去劝架。577一个跳车，二八百过来补枪，将萨达打掉。什么事情？侧翼原点击到了玉，导播都来不及切，那每个人都在转，只剩匆匆，还差一枪567，这跟枪没跟到，坏了，就是，哎呀，后面阿伟出枪，哇，这一波，凶不是，你把那 ID 遮住，你以为是我，但是你把 ID 一打开，感觉不太对劲，啊，又是南哥，要老命了，应该能雷倒一个吧。直接炸倒，南哥再来三倍镜，你就直接开走，别回头了嘛，这不还下什么车呢，对吧？你从 WCG 这里走的话，就他是带名刀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丝的时候给你锁住。是，关键是又是567，又是567，因为这是他的车呀，只有他开了这个敞篷的，有，这是第三次，拳拳子啊，这波终于龙宗拳终于结束了567这。戏剧般的一声，看到阿伟的车以为阿伟过来是过来 K 头的。裴若这里车原地一转，再贴一点点边就可以被挡住了。嗯，车滑了一下被打到了，就是。然后另外一边17在打 CDG 的车队 ，CDG 是明显不在圈的队伍。是的，三阶段扎点没问题，我觉得这个，而且尤其是在这种圈区，但是花城，哎，这个车是什么情况？顶棚，这就没办法了，就差不多死透了，已经。队友都往里开了，他竟然翻在了半山腰，这是怎么翻的？就滑，还可以往后退，还可以往后退。这个时候直接下车，别下坡加速度，你可以信任一下呀。车炸了！哦，原来是车要炸了，怪不得。他是看到这个反坡正好就在眼前，赶紧下车。啊，还行吧，我觉得这波能活三个人能接受。这波就得说，刚才还。天霸要做的是要等 DSS 走，哎，打一个，排肉开到另一侧，开到17的脸上，直接被17近点全倒，接下来了，我觉得这一波应该是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。近点被发现，甚至不需要雷，泡泡在外围的位置是拿到这一分，是，这踩到脸上了。CTG 这一波有点分散投资的味道，就是泡泡在外面拿分的同时，队友已经得里的分数。那这样的话 ，CTG 也是属于一个无视野的盲扎，看 CTG 会往哪里扎了。过点的同时，王骚骚还被许生打了下来。战斗当中，从这个他们南部的这个位置，底坡是直接往上去推进的。是的，就干拉过来。对，你看原点一直在抽他。不愧是跟小左做过队友的。看到头了，哇、哦！被反秒，是的，他打到土坡了。泡泡想一梭子摁到底，但是被明明补枪补掉，但是周平岩也没能活成功。主要是没任何掩体啊，这个太伤了。红区，牛海碧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牛海碧也是打过很多次的高光集锦。是，这边三个大烟囱这里，大水塘。4M 跟 DSS 的地形又是处于一个高低的一个制衡，哎，但是 Mustang 出现这个位置也太尴尬了，打了个中间位。是的，就是你在下面苟着就没什么事儿。是的，继续往前压，但是 KRG 的枪械马上也会打到 4M，不能再往前冲了。我全行是往城里面刷了，哎，其实天霸就等于是 KRG 那个方向，只是更远了一点，打了 4M。是的。现在 DSS 把精力都放在了南边，一个大的绞肉场，天霸这个时候不去将 KR 去清理掉吗？北边也会打架，对吧？北边也不在圈了，终于打起来了。这两个队伍只要是不在圈，就一定会打。是的，先把老局的分数补了。现在目前翔鹿保持的人员编制还不错，因为 FTY 的那个进攻角度，他的背身是要吃的这么近，他倒了，但是他只有两个人啊，他马上叫要还要叫人，还要叫人。小凯来了，
是的，小凯这个速度又稍微慢了点。嗯，先等队友，好像阿伟应该是听到了有脚、哦、有脚步，哎，人少了。是的，而另一边 DSS 应该是调转方向，觉得南边不好打，想打这个 KRG 这一边，先把这个高点的小厕所拔掉之后，就可以高打低打下面的 KRG。那踩住一片悬崖其实还不错，有一个圈的边缘是在圈的。是的。现在副外面还是有进圈的问题，队伍都冷静了下来，嗯，啊，并没有打得特别上头。先打蹦蹦，后台被爆了之后，将这个怪兽给打下来。龙斯哥就在自己的脚下，看到了，没问题，一滴血，又是七个淘汰 ，New Happy。是的。4M 开始往前去顶，嗯，但是小鬼想主动利用手雷炸倒了 Candy， 一滴血吃到了手雷余震的这个伤害，零数打了崔七幺，哎呀，他们这个然后七七倒了，这是怎么样一个非常迷惑的，因为他旁边也没有队，就是自嗨在他们打的点，就是我觉得节奏就是跑到了这个蓝白之间去卡一个北边的人，而且北边是高点，降龙他下来还是个高点，而天霸所卡的位置是一个低点位置，其实挺尴尬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嗯，天霸刚强行在右上，天霸把自己玩进去了，就是他现在不得不跟十七尬住啊，甚至那边蓝圈里还有个独狼，对，还有个独狼，关键是倒了，对吧？十七现在也知道你现在少人，连倒两人，这个时候十七还不动手吗？小鬼动了，动了，主动出击，小鬼和小五冲在前面，是的。小五是冲的侧面，小鬼一个人冲的前面，实际上在看屁股，不能让 New Happy 过来。不扫射，侧移，小鬼连续出，哇，一个什么东西滑下来了，一个漂移，脚踩空了，但是屁股后面七七打了一个小鬼的背身。要看小五的了，哎，小五没去了，小五撤了，小五撤了。是的，其实这波就等于是小鬼一个人冲上去跟天霸这波打了个团啊。没错，因为十七兽是被滞留住了，对，你千年位只有两个人，而且蓝圈正在收缩，六圈的蓝圈伤害怎么扛？New Happy 建好，而这一片土路南部的土路这一片的话 ，DSS 想要进攻 4M， 但是头顶上 Forever 的枪线并没有让 DSS 这么好受。是的，就不停的扔雷呗。嗯，因为龙宫拳是刚浮起来的。是的，所以血量非常的低。还有，但是第三颗空爆没能炸倒。是的，还可以浮。哎，这个车飘了。这个车，但是你别说，车顶还是挡了一点伤害的。嗯，但是好像是永远吗？永远的血量太强了。血量太低了，是的，落地血量太低，人都到近点了。主要是你上了这个土路之后，下面打上来它是有一个大的反斜坡，它可以 pick 你。是的，北部的话十七被淘汰了。是的，北部胜者应该算 New Happy， 看南部胜者是谁。南部胜者目前看下来，悟空的概率很大。嗯，因为悟空毕竟是高打低嘛，对，而且 DSS 现在目前倒了两个人，而且又不在圈，在个蓝白之间，人不好救。因为对于悟空来说，现在南部要处理的战斗就这个一片 ，IC 还没上来，独狼过来扔了颗雷，雷倒两个人。嗯，是的，他一个人等于穿了三个，对，穿了三个，穿了三个就相当于是多了四分。嗯，而北边的胜者 New Happy 这一片他们太熟悉了，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很多的高光集锦，就是 New Happy 从，还比天马独狼多了一个名次啊。这原地一趴骗自己，这确实也没办法。他没掩体了呀。嗯，就是跑也不是，不跑也不是。是。啊 ，Lemon 这个地面 I 七。跟悟空，其实这把我是觉得还是比较看好 New Happy 的。侧面溜了一个，嗯，溜了个过点，蓝魔已经被拔掉了。是的，这把其实我觉得 New Happy 的概率还是最大的，确实是北边打得太好了。嗯，五十四分了现在，妹妹一颗手雷加强行的配合，蓝马最后投一个转身再拉枪过来，没顶住。是的，最后是三打一。嗯，想扶妹妹。因为 New Happy 如果是腿过来的话，妹妹可能扶起来，但是因为 I 七这个边缘大概率可能会被刷掉，而且他们现在不太好动。哦，侧面已经绕过来 了是的。你看这个军师，有武将值的嘛？看油桶这边还有没有别的补枪的人？没有。哎，哦，哎，没看到吗？应该是隔了一个墙的，哦，是的，对，那是影子。开了一个 X 光的透视。嗯。三个人都绕到蓝白中间来去跟他打。喂呀！这一点机会都没给，十二个淘汰，从北边，这是 New Happy。